小鲜肉的吻戏吗？这两个都已经亲过了，都亲完了，吻戏都拍完了，剩比较细。你怎么跟导演问一样的问题？我那天在导演想问，我那因为是先拍跟念轩的，然后也就因为我跟念轩不止一场，然后我们的都拍完了，然后那天前几天拍跟燕云，然后导演就说来来来给分给分这样，然后比压力超大的，但都不是我的。我什么时候也变成一个好像很肉欲的姐姐的感觉？我跟老公分享，有小小的分享一下。但还是不要分享太多哈。他有什么反应？他就说哦，就亲啊亲啊，垃圾啊垃圾啊。老公会吃醋吗？还好吧，还好吧，都专业的演员。嗯。其实他来探班的时候，该不会就刚好？没错，真的好吗？他是故意的。原本千秋在问交代说，哎、欸，我拍吻戏的时候你不要出现，因为吴念轩也会紧张。嗯。然后。其实我也会有一点紧张，嗯，然后我还就是跟经纪人，然后跟我老公说，好，那你一定要那天来探班的话，你就等吻戏拍完再来，因为我们是早上第一场，就拍拍拍，我突然看到三个人坐在后面，在那边看 monitor 看得很开心。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然后他们说早就来了，然后我就心一惊，想说会不会太投入，想说刚有没有流露太多真情这样，不错不错，告诉你们。他就跟吴念轩说：“没关系，用力亲，用力亲，用力亲。”用力亲。那老公来会不会 NG 更多次之类的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 NG 更多次就要亲更多次，所以要赶快 OK。我是很专业的，我老公也是有跟别人拍吻戏，但是你没有亲眼看到吧？对，没有亲眼，没有床戏。对，我老公还跟别人拍了床戏，还背不全吻。嘉宾，对，嘉宾，对，那床戏不要担心。好吧，我可以期待。这有尝试吗？可以讲，还没拍，还没拍，嗯、但这档也有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一群人。你这档是在看麦收门？我这档看哦。对啊。你这档，这档号怎么了？就是也是我第一次跟比我小的人搭配。你觉得实话无业先做什么？就是很好使唤的电影，就叫载我，然后或者是我已经在拍了，然后很想喝咖啡，我就会说帮我买杯咖啡，当助理用。对，他是助理小弟。然后如果在现场就是在呛到咳的时候，他就水送地上，自动自动对啊，对自动自动。然后天气很冷，然后那个导演喊咖，我那天就会对服装组说，你出汗了，我再洗掉衣服。这么贴心，贴心的小暖男，对，贴心小温。